哇，对，非常感谢塞尔维亚的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。还没有结束，也提醒大家，在大家的右手边，就是我们的救护站旁边，有贩卖他们的纪念商品。如果您喜欢他们刚刚的表演，或是等一下带来更精彩的演出，也可以到救护站旁边去选购，有包含他们特色的猪皮鞋，还有他们国家的吊饰，甚至是他们表演的 DVD。当然，他们今天所带来的表演的服装还有音乐都是他们原创设计的，展现了塞尔维亚民俗文化的独特性，也强调了他们文化非常深厚的底蕴。相信大家透过刚刚的舞蹈都感受得到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。